西游记手抄报，今天教大家画关于西游记的手抄报。首先用艺术字的形式在画面左边写上西游记这三个字，然后画上一个小朋友拿着书。其次，在周围画上有关西游记的相关元素，紧箍咒还有火。用这些元素去隔出相关的文字区域。然后在右下方画上唐僧。在其他区域画上孙悟空。最后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一个《西游记》手抄报就画好了。